韩国女团 4MINUTE 的成员金元雅呢日在香港出席太阳眼镜的活动，就算她迟半个钟头都好，我都会照等的。哇，见到她出来的时候轻轻地露出条事业线，还是这样拨头发，真是神采飞扬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这样的画面我只是看了两分钟而已，之后她就离开 backdrop 和我们 say bye bye 了，就连访问都没有做，唉，好失望啊。